12月17号，在昨晚的爸爸去哪儿四中，萌娃们的妈妈们也是惊喜现身，而我们的阿拉蕾在用魔法变出自家妈妈后也是激动到不行。不过当亲妈妈遇到实习奶爸董力，两人之间关于阿拉蕾的谈话也是蛮戳人的。我觉得你太宠她了，真的好宠啊。哎呀，你们有这样的女儿也是幸福的，现在也是你的女儿啊。是，对对对。而在之后的游戏环节中，懂事的阿拉蕾玩着玩着的同时，也是猝不及防地抛出了一个让董爸爸一时间无法回答的问题呢。你为什么那么爱我？这句一定要答出来，一定要答真的啊！这句可以把耳机摘了啊！真的说，对，耳机摘了，这样你再说一遍。为什么你那么爱我？为什么你那么爱我？虽然当时没有给出答案，但董力之后在微博上也是做出了回应。为什么你那么爱我？那么简单的问题让董爸爸很难回答。现在董爸爸想告诉你，宝贝女儿，爱没有理由，爱在心中，并附上了两人开心的合照。网络新闻，希望阿拉蕾宝宝能无忧无虑的长大呀。拜拜。